好，再跟各位做第二次的总结啊、哦。刚才那个威廉帮我们抓到一个问题哦。哦，我们现在来先讲矢车局有没有哈、哦？估计的增伤倍率大概106倍啦，主动技6 combo 大概 2.47 倍，条件全部都要达成哦，这些条件都它的必要条件达成是这个倍率哦。那、啊、这个没消水有 57.75% 的减伤，那我们以上是算卡尔斯、蛇夫、吕布跟拳王的五种猪五 combo 伤害、哦、每一只都是一的伤害来算，记得它是妖精，看起来倍率或许很高，但是它是妖精哦，鹰的伤害大概 562.77 哦，而且是二消，假设多十 combo， 多了十 combo， 所以这个是给你转猪比较不好的人用的，转猪不好的人要用，就是它会一直掉，一直掉。然后三只都有一回不死、根性不死 的能力啊。蔷薇的话，假设五种猪，你含新猪的话，对不对哈？伤害会2187，但是不含消心的话会1579。矢车局的话是2226.66。哦，矢车局看起来伤害非常非常高，但是条件都要达成，条件都要达成，了解哦。哎，矢车局那么变态，是因为。回复加进去的关系吧，我想 ，OK 了啊、哦，没问题啊、哦，有问题再提出来好不好？有问题再提出来，谢谢那个威廉，我要秒钟拍点，让我两个威廉，你觉得谁最强？你就抽一支水的、啊，我算起来好像也是水的、啊，哎、欸，不是水的、欸，矢车局是什么属性啊？我这是什么？蔷薇是暗的，对啊，矢车局是水的、啊。蛮强的，不过条件你都要达成的。然后记得一个很重要的，矢车局它多了一颗水珠哦，因为我让它达成倍率，所以你没有达成多那一颗水珠的条件底下，矢车局你会变成你的伤害倍率会变成4.5倍乘4.5倍哦，不是5×5哦，不一样哦。所以自己回去扣啊，我就不再阐述这个部分了。OK 啊、哦，有没有问题？有问题再告诉我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左下角按个订阅，右下角按个喜欢，订阅的旁边还有个铃铛，按下去，随时可以收到我最新的消息。记得分享给你好朋友，我是平民百姓。